担当起上线。鹿晗、迪丽热巴，有人惨被套路。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里面，你最喜欢的三个？你选择女朋友的三个标准？哇！哇！说出台上你最讨厌的人。鹿晗。你为什么不喜欢鹿晗呢？说出鹿晗的缺点。哦。搞事情，搞事情，搞事情。表白理想型。鹿晗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，很有安全感吧。这里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明星创秀。不要走开，广告回来，快乐大本营，对你表白爱。